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我们来挑战这次的无头骑士用幽助队。那前面直接刷掉。绿一下兔子，这样。绿不太好。这样。哇，这边可以洗，小洗一下。好，带走了。铃木助教。好。第四关，好，再来，转不太好，哇，这个有点难转，可以记了。怎么转好像都是扫倒哎。好，第五关，然后把它滤掉。负责看我消除。开个，要开变身吗？这样。再来。这里的话，按住水柱，好，这样。你这边也是打过了，木屋开下去好了，水屋开下去。
可以过吧？可以。好，有八 combo。就三个牌会比较好。暗珠没有。暗珠就两颗。这样了。哇，这样会不会有啊？有三只六，这样呢？哦、还好天降有，哦，欸，大家转好，不要像我一样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水属性攻产能攻击。然后我是敌人，直接看右柱，因为还有攻击加成，看右柱就好。仙水可以不用开了，开大门。好，这边就直接转四牌柱。这是什么？这样 ，OK， 看一下。好，三个过了。哎，按错。这样。好，过了吧。好了，右柱就最好过了。其实用水巴比伦可以过，可是我用水巴比伦是比较难打过了，对我而言，手转很烂。好，那没有右柱队的，我帮你顾顾一下。然后其实这次卡片跟龙科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刷到了。